柠檬黄的雍正一个蒜头饼，官窑的，案刻有一二三四五六层纹饰案刻的，主要纹饰是长枝莲，长枝莲纹，有19公分高，大清雍正年制，你这个胎，糯米胎，有火烧红，黄腻子。一串，柠檬黄，放在柜子里面叫做桂王啊，刚好放得下去19公分。安克，有克还是硬都有。有克有硬，回纹，瓶口是一串回纹，六支楷书款双串，